天使路、恶魔路，上次奶糖选择了恶魔路，结果变成了100万滴血，这次奶糖选择天使路，看会变成多少滴血。哼，奶糖肯定比你恶魔路好，选恶魔的都是坏蛋。还有你要记住，是天使选择了你，而不是你选择了天使。咦，汉堡，你哪来的优越感呀？我们恶魔怎么的？谁说恶魔都是坏蛋呀？恶魔里面也有善良的恶魔，他们从来都不会欺负人，不会搞破坏。呵呵，笑话，善良的恶魔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呢？奶糖，不是你在胡编乱造的吧？汉堡，那是你孤陋寡闻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善良的恶魔吗？是的话就给奶糖一个小爱心，让汉堡看看我们善良恶魔的厉害。切，奶糖你放弃吧，不会有人给你点赞的。哼，肯定会有的。哎，我的血量怎么变成了一滴血了？那是因为我们天使可不是随便人都可以选的，你只能一滴血通关。什么一滴血？我想恶魔可是100万滴血呢，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，还是我们恶魔好呀。啊，切，奶糖，技术菜就技术菜，别找借口，我们天使才不跟你们恶魔一样那么简单。我技术菜，汉堡你开什么玩笑？哼，我今天还就要闯过去给你看看。汉堡怎么样？奶糖你少得意，这关仙人掌才是第一关，后面还有十人一池和激光呢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就这还想难倒我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，这难度跟我们恶魔比差太多了啊。哈哈，奶糖打脸了吧。臭奶糖，你今天要是能过去，我就给你100个汉堡怎么样？我刚刚那只是失误，企划当真，千真万确。汉堡，这个是你说的哦，你可千万别后悔，这机关空位这么大，我们慢慢的往前走，根本没有一点难度。汉堡，快准备好你的100个汉堡吧。这前面还有第四呢。你不是说我过去就给我100个汉堡吗？对了，我说的是你过去这整个跑酷，我就给你100个汉堡，我又没说过去这关就给你。可恶，你个臭汉堡，竟然跟我玩文字游戏，你个大骗子。奶糖，这关第一次看似简单，其实困难重重，你可要小心哦。这不是跟激光一样的原理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这天使墙是什么东西啊？嘿嘿，奶糖，恭喜你来到天使最难的关卡。啊，这也太难了吧，这么近的距离怎么样我都会被锤啊。传说中能通关天使路的天使墙就能变成真正的天使，哈哈，奶糖你是过不去的。我还就不信了呢。啊，这怎么这么难呀？不玩了，天使一点都不好玩，还是我们恶魔好。小伙伴们，你是喜欢天使还是喜欢恶魔呢？